很多人现在就是可能有流感，或者是因为换季的关系，然后体免疫力比较稍微差一点，你可能还经得住有一点点喉咙紧紧跟沙沙的而已哦，还没有到发烧啊或者什么太多的不舒服，那时候麻烦请你赶快用这一款蜂胶。对，我们自己都被烧到，我们自己也一直买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味道是连我儿子都能够接受的，它的适口性非常好，因为它里面有增添了那个麦卢卡蜂蜜，麦卢卡蜂蜜是一个非常顶级的蜂蜜，所以它除了可以帮你在你的喉咙里面创造好的就是抗菌以外，它还可以帮你稍微润喉跟养颜美容。对，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麦卢卡是加到45%哦。嗯，对，然后我们这一款蜂胶真的是很好入口，也可以是你随身携带的一个东西。如果今天你要分享给别人，你都不用怕说会旧口，因为其实它在喷的过程当中，你都不会碰到你自己，因为它的这个喷头的关系，它可以做这样直立的，也可以做这样你自己这样喷的。对，然后它的适口性非常好，小朋友也都可以吃。你嘴巴破的时候，我觉得更是好用不得了。嗯，就是你直接就是喷在那个破洞的地方，嗯，然后它就是它整个修复的那个速度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算蛮快的。日常的保健其实很重要，不要等到真的很严重的时候，嗯，你就是叫天天不灵。对，就是古堡没有办法出药品，所以我们古堡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喝的东西也很好喝。嗯，然后连就是保健类的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做预防跟支持，对，都是好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一定，就是你一定要先必备起来，因为平常你就是当做保养保健。嗯，对，那如果有症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赶快应急，它可以帮助你感冒赶快好。